之间的互动交流，共同庆祝耶诞节。美国大纽约眷村联谊会连续四年举办了耶诞节联欢晚会，现场上百位来自眷村的侨胞共襄盛举，而且呢纷纷展现才艺，让整场晚会非常的热闹。大概有100多个人参加，我非常感谢眷村的朋友们给我的支持跟鼓励，一路走来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热心跟热情呐，而且真的是发挥到眷村人的精神，团结合作，而且互相友爱，互相关心。眷村同乡联谊会啊，他们这个平常啊都非常关怀社区，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，那并且举办很多活动啊，来团结我们社区的这个大家的侨心。那并且啊，对我们眷村一向都是非常的支持。那我们在这边呢、也特别啊，要祝福啊我们这个眷村联谊会啊，他们这个会基永固，那并且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。前几位每年都办很多活动。大家沦落友情，现在圣诞节快到了，在这里祝个唱歌跳舞非常好，在这里祝这个大会主办成功，祝所有观众们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。好，在纽约法拉盛耶诞节晚会上，参加的会员们不仅表演台湾民族舞蹈，还有耶诞老公公前来抽大奖，赠送礼物给每一位嘉宾。随后大家更是相互展现才艺，载歌载舞，共同庆祝耶诞节的到来。现场气氛是热闹又温馨。